首先呢，我们每一位嘉宾呢，要在这一张 ID 卡上签上你们的 ID， 碰见我们的角色。那这张 ID 呢，就是我们游戏的一个通行证了。我就叫 Angelababy 007啊。我写白慕言吗？我觉得沙宝可以，好吧，勇敢牛牛，勇敢牛牛有点二。你不是要整开吗？行，特别像个山东人，整开。<笑>接下来呢，大家就可以拿着你们的这张 ID 卡。 进入到我们的游戏世界啦！祝你们好运！好。玩家勇敢牛牛，整开沙宝 Angelababy 007，白嫩人已上线。哦，真的是大富翁啊！整开沙宝，整开还带方言的，整开山东人，整开。哎，这个时代怎么难念？我的大名字。